前段时间我老看到他们给猫玩一个玩具，我一直以为那是一个碗架改的，直到我去刷了淘宝同款，发现这玩意儿有点贵，所以我就买了一个碗架回来。你不觉得这个东西和那个东西长得有那么一点点相似吗？小爱，小爱，放回来，放回来，那是你的罐罐，但是已经吃完了，就不是你的罐罐了。哎，别上这儿吃！完了完了完了，家里乱了套了。孩子们，益智时间，别上我这儿吃，上这边。你看小爱都会，你们能不能自己拿出来吃？你们需要。压抑智商。不是，我总觉得，尤其是咱们这段时间生病，他们跟家实在太无聊了，都没有人陪着玩了，他们需要弄点玩具。消耗精力，小爱，哎，你们怎么打起来了？还都打到我身上了。孩子们吃了在这儿，这下这儿，这个棍棍就有点少，它只配了这么多。你能不能再要？看看能不能买点也行啊。看，你看，小手手伸进去了。这样吃饭就有困难了，有困难就变得好玩了。我下次让你吃饭也给你知道了。别打架，别打架，孩子们加油呀！努力才有饭吃，懒惰的小猫咪就没有饭吃了。对，小爱把这放回去。小爱，放回去吧，放过他吧。还是巴登聪明。啊，你不用给我，我不要。你看，你看，这不就耍起来了吗？这样每天冻干的消耗量都能减少了呢。要是他只有一只猫吃，不动脑子就别吃了呗。不动脑子还想吃饭？我跟你说，这东西属于一只玩具。哎呀，你太吵了，我本来说话就费劲。小爱，照顾一下我们俩这俩阳康的人。我们俩好不容易能说点话了。对了，你们阳了之后，你们家猫都还好吗？我们家有几个孩子，明显是我们病了之后就开始咳嗽、流鼻涕。咳嗽没地儿流鼻涕。有打喷嚏，有咳嗽，然后给爸妈拆了。差不多一个礼拜，他们也好了，就剩我们俩了。小爱好的也挺快的。哎，孩子，宁愿去吃猫粮。这是不剪吗？起司。那明显是个长毛啊。豆豆。那是谁呀？起司。还真是起司。快来，快来。这多益智啊！你看看这，嗯。孩子们。咱们玩点用脑子的，不是光用体力的。不行，你看这聪明孩子就玩起来了。12秒以后，别扔了。玩多好，买什么玩具？买什么平地？神经病，乱花钱。这还能撑出来呢？我这还能扔呢，就还扔猫底下去。这边抻出来，本来想多放几个瓶儿的，但是没想到这个玩意儿这么的个儿。我吃吗？就先用一半吧。咬没了。小猫加油，掏一个出来，证明你不是我们家的智商盆地。小爱，你不用这么着急。这你也不用吃哦。对，你的瓶瓶，别菜了啊。孩子们，咱们就这么结束了吗？都不想玩一下的吗？我们开始过。这么失败吗？冻干已经这么没有吸引力了吗？让老铁来。事实证明我们这东西是失败呀、啊。这基本上是失败了。我怕老铁飞出来，所以我是偷偷摸摸拿的冻干。来，铁子给大家表演一下。小爱不用你表演。啊。哎呀，老铁走了。别招人家，铁子，铁渣渣。你的失败从叫老铁出来开始，他回家了。
怎么了这是？需要用脑子吃了饭就不吃了吗？哎呦，热死我！你别逗我嗓子。以后咱家冻干就这么吃了啊！再放坏、啊。不努力就没有饭吃，孩子们，不能再天天给你们一把一把抓了，那饭都不香了。小猫咪要学会捕猎。没事了，你还可以用咱们家的鱼证明你的成果。还是他们吃饭香。真是骗他了，骗他了。你们不能学着点吗？我们在努力，豆豆都开始学习了。对。伸出你的小手手，伸出援手，伸不进去就对了，哪能那么轻松呢？你看小花都吃上了，吃了一地，怎么吃一地呢？豆豆加油，豆豆努力，小爱你干嘛去？你走哪儿？拜拜拜拜拜拜，小爱，扭身进屋吧，豆豆加油，豆豆。豆豆跟我们表演一下，豆豆是聪明宝宝，别走，放弃了，这挺适合你玩哈。给你们出个镜，好久没出镜了，这也太失败了。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？我好心情，没什么想说的了，那就这样。Seven 为什么不在家呢？这个时候 Seven 为什么不在呢？咱俩都病了，这不 Seven 让你姥姥接走了吗？是不是？你们但凡有小爱1%的努力，你们也不至于是小猫咪呀、啊。小猫咪也必须要有它的1%的努力，就可以活得很好。不努力才能做小猫咪是吗？我也想做小猫咪。努力只能做条狗，只有狗才努力呢。看着狗儿子，小花加油，掏出来，掏出来你就能吃了。哎，你们这个手退化了吗？指甲干嘛呢？前两天刚让我剪，我觉得大家只是放弃的比较快。反正饿不着哈，这手欠的时候快着呢。你把那猫粮扯了扯一下，你再录这个视频，杠杠出鞘。也不能真饿着孩子们呀。那你就只能看一猫棒槌，棒槌的先祖之力呀、啊，保佑我们每一只小猫咪吧。保佑我们每一个小棒槌吧，这就结束了，结束了，好了，好了，看看我，看看，结束了啊！不要嘲笑大叔叔啊！啊，结束了啊！不要嘲笑你们啊！啊，结束了啊！不要嘲笑大叔叔啊！啊哈哈哈哈！他猪猪不放弃，小花也不放弃，我一定能拍到他把吃的弄出来的镜头。鼻涕都快流嘴里了，笑死了。我也要吃。我就跟你说，鼻涕都快流嘴里了。小爱给我把他的说明书拿回来了。小爱想说，这就是个晚件，别想太多了。小爱想说的是，让你去看看脑子去，别想太多了。小花吃到了，小花吃到了。